街坊邻居们，你都在呢，可急死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妈啊，非要催我找男朋友，我就劝她，我跟她说我有男朋友，我们俩特别幸福，我都骗了我妈3年多了，她没有发现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非要让我带着男朋友跟她一起视频聊天，我吧也是一时脑热，我就给答应了。可是我男朋友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你来啊，那你来呗，那你就别捣乱行不行？我都急死了。我这么地吧，我这个人信缘分，这样我回家再出一次门，如果我碰见的第一位男士，我就求他帮忙，我觉得但凡有点良心的都会答应我，对不？就这么办。媳妇儿，我这样是不是显瘦？对，我跟你说，这视频聊天啊，你得讲究，你不能老看我，你得看上面的摄像头，你要老看我跟死鱼似的。媳妇儿，你出差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想你了。你在他乡还好吗？什么歌？我不会唱歌。我是说，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还是歌？那这。写歌的怎么把我的话都写成歌了呢？我再说一句，绝对没有。亲爱的，我想念你，我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还是歌，我没法说话了。好，这一次视频到此结束，下个视频见。我媳妇儿出差了，她只要一出差，就跟我视频聊天，15分钟一次。主要是怕我跑了。我跟你说，也挺烦人，15分钟一次聊天，15分钟一次聊，我得抓紧时间，这15分钟之内我得把事儿干完。你比如说什么洗澡啊、上厕所啊，要不然她真给我直播出去，太可怕了。你好，你不好，怎么这是我碰见的第一个人吗？苍天，你是派他来玩我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陷阱玩我呢？就这么地吧，哥，我想求你个事儿。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当我男朋友。什么？答应了是吧？大王，臣妾做不到。为什么呀？我直接过婚了。啊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。细节？来，不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哎呀，没事，救命啊，大哥！怎么了？顺风啊？他怎么了？他想把我啊？怎么？他想侮辱我。要干嘛？我就是想让他当我男朋友。哦，人家想让你当他男，不行、啊。这是我小姨夫。不是姨夫，你别怕，没事。你等会儿啊。怎么了，小黄？小土豆是这么回事。怎么？我没有男朋友，你知道是吧？我知道啊。可是我骗我妈，我说我有。我妈今天非要让我带着男朋友跟她一起视频聊天。我就跟我自己说，我出门碰见的第一个人，我就求他当我男朋友。哦，对呀，我不就是想跟他视个频吗？我又不是想跟他入洞房。哦，这我明白了，我跟他说去。哎呀，人家不想跟你视频，就想跟你入洞房。想得美。不是，小哥，我求求你，你亲戚。我跟他说，哎呀，姨夫啊，他就霍霍你一会儿，一会儿也不行。哎呀，大哥，就一会儿，视频结束了，这就完事儿了。不行，算了。嗯啊，你霍霍一会儿，你没事了。对，我心里会留下阴影。大哥，你知道不？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这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的。是，大妹子，您不了解，我媳妇儿吧，每一次都要跟我视频查岗。对，她了解我媳妇儿。你的媳妇儿厉害。我知道。哥是这样的，我妈那视频马上就来，你媳妇那个跟我这个打开时间差。时间差啊？打不好呢，我媳妇就打我。对，她媳妇脾气不好。
怎么说都不行呗？那当然了。再问你一遍，肯定不行呗？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没所谓。哎，你看那是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啥也没有，我手机呢？在我这儿呢。在他那儿呢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答应我，你一辈子都跟你媳妇视频不上。流氓！